哥哥張國榮，我諗對我影響都幾大下嘅，因為我爹哋啦，咁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聽哥哥啲歌嘅，咁所以我自細都係一個屋企經常有人聽張國榮嘅家庭裏邊長大，所以我就都對佢好多首歌都熟悉嘅。咁但係咧，可能我自己最中意嘅一首歌就係哥哥嘅《左右手》，因為對我嚟講，呢首歌嘅 melody 簡單得嚟，但係就好 touching 啊！咁同埋哥哥都一個樂壇或者成個演藝界嘅一個前輩咧，一個 role model 啦，咁所以我自己就好敬佩佢嘅。